好，我现在要来测试那个微笑快门，开启相机侦测到人脸就会出现这个图示。好，好，妈妈你笑笑，对，侦测到人脸它就会自动拍。再笑一个，不要笑这么尴尬，再笑一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可以吗？我笑很自然。好，你只笑，他就一直拍。啊，好了，停了。好，看一下。哦。没有这么好的演员可以这么配合的，我靠靠靠！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笑死我了！我想到一项代志，我该按住。对。他笑，刚刚笑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拍起来了，而且画质其实是蛮好的。对，这个是微笑快门的功能，一直笑就一直拍，这样你就可以掌握这个拍照的时机。反正不要你就删掉就好了，就是微笑快门的功能。